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，先为大家示范关卡式化妆柜的请柬，品尝姜酿的血珠。可以看到我又使用的是这个黑肾，肾黑，随便你要怎么念都可以，基本上这对稳定度是还蛮高的啦，所以我才用这一对。为什么要把我康博树切掉？是技术的展现吗？还是GG的展现？不管，基本上请各位挑一个稳定度比较好的队伍。好，那当然我先这一队一定是妥妥的啦，好不好？对，只是低攻我们可能会稍微磨一点时间哦。好，这个没办法哦，平民三到五哦，所以我尽量做六了，好不好？尽量。哦，关卡难度其实也还 OK 啦。哦，队伍搭配的问题而已。你队伍搭配得好，基本上通关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哦，因为你用别的队伍，基本上第一关大于等于六康普顿改哦，改的意思就是有改过哦。啊，改哪里耶？改的就是会给扁，会扁你很多下哦。基本上会GG的几率就提高，所以我们还是选一个稳定一点的。哦，可以看到白金是很用很稳定的这个，哦，这个算是三到五combo的实力在通关哦。第一关过了之后，后面就比较轻松了，所以主要是看你第一关做的 combo 数怎么样。当然我也不晓得攻略有没有人看的，好不好？由于我们现在这个有机会爆发哦，所以我决定就用这个蛇女做一个冰冻的动作哦。三回合没问题，三回合没问题。哦，还有一回合哦。这动作绝对不是多余的哦，这个省下你非常多的时间哦。叮，有没有？哦，所以蛇女带他来是有他的意义在的哦，可以省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。哦，我们这个平民三到五哦，基本上经过百姓的这个叠珠之后，有没有？可以让你跃升到这个大概是七到八 combo 以上。这边就先让他把仙宫盾用掉吧，仙宫盾哈。这个看一下，83万，好，基本上刚刚做了一个算是抓羊的举动哦，你有看到皮蛮厚的，帮他抓一下羊哦，所以基本上不要觉得压抑，好不好？我比你们还压抑。下面那个水珠没做到的，所以我们的一波爆发还是看艾德好了哈。
基本上你要看那只石骨鸡，基本上是有点，对，它是不是来打酱油的、哦？它是前面基本上是来混饭吃的哦，后面就有它出手的地方哦。82万，我们来试试看好了。哦，血迹要补回来哦，不要打得很爽都忘记了啊。这个基本上现在做一个一波爆发带走应该是没问题哦。这个好，好、哦、轻松哦。呀，两秒转珠哦，也是很鸡巴的一个关卡哦。那先消他血，哦，把CD除完。哦，两秒转珠基本上就是滑鼠转珠的致命弱点哦，所以各位请自己斟酌使用哦。哦，像这种比较危险的时候有没有？蛇你这个亏了起来哦，魔力也听说再见了哦。嗯，一 combo 对，这才有平民的水准，你知道吗？我说他那你会不会太平了？哦，一讲完那个天降就是下下叫了。我来看一看哈，OK， 好，这次不好搞，我们直接一波把它带走。因为它两秒转珠啦，对我来讲会有点压力的。哦，这边是问号粉死无死时候转，所以这边我们可以慢慢跟它拖。300多万没问题，慢慢跟他拖过去就好了。对，但是不要让他拖着你的尸体前进啊。3万多的攻击力哦，不过打我们才7000多也还 OK 了哈、哦。CD3还蛮长的。第一张如果自己补不回来，然后我白金也没办法了，因为我的combo数已经够少了。如果他比我更少，基本上代表对神魔的这个一个基本combo数可能要再加强一下哈。新珠把它切开，哦，回复率会比较高一点。
转租的速度如果没办法很快，有没有哈？跟各位建议可以像百姓用叠租的方式。那至于叠租怎么叠，可以看百姓平常在玩的内容哦。因为百姓是还蛮习惯用叠租的。然后叠租也是因为这个增加落租率哦，而落租次数哦，你增加落租次数，落租率就会增加。好，落租率增加的话，就是 combo 的几率就会提高了。哦，这是几率的问题。好，这边就是要抹的哦，这边千万不要一波带走，一波带走，下一关就没搞头了。所以这边combo数尽量自己拉高哈。好，新珠我是故意留的，因为我希望下一回还有新珠可以做补血。哦，由于目前就是这样打了，所以我要讲什么台词我也不知道了，所以对，就是这样。稳定度应该是哦，就是应该算是可以说是用众望所归来形容了，好了，就是很稳嘛。百姓玩的哦，基本上三到五combo，我讲过一句话，我可以，你们就行。哦，对。我可以，你们就行。我的目标是这样，因为我今天如果拍这部影片，如果我很舒服的通关，但是你们过得很不舒服，那我今天拍这个攻略，哦，何谓攻略哦？我拍这个攻略就没有意义了，哦，所以我希望是用这个一个平民转租的一个概念，有没有哈？能够带大家就是顺利的通关哦，不管是多G8的关卡哦，对，我们绝对要比他更G8哈。快了，快了，差不多了哈。卡牌当中，如果你没有配到尸骨机哦，就是你便要自己去做十五颗火珠，再加一只控场，基本上是很稳哦。十五颗火珠加上一只控场角，啊，我是懒啊，我讲真的我是懒，我觉得就这样都给 KO， 我就直接用这样的方式了，不用再花那么多时间还要什么几回合有的没有的，我一次就把他妈出掉了。好，属性我尽量把它错开了，这样才能把那个什么黑帝斯的倍率提到最高哈。水、火、木、光暗全部都有哈，所有木光暗都有。锵锵锵锵锵，还没死没关系，这一波应该就差不多了哈。
进场哦 ，CDE，CDE， 哦不啰嗦哦，先让他摸一下，哦不要让不要给他浪费时间，再来，全板开，蛇女，开下去是我的一吸哈，先让他小小的舒服一下下，啊基本上他是一点都不舒服，因为我没有看到他 KO， 基本上是更不舒服。哦，这个百姓的龙科哈，基本上滑鼠哈都包含哈。哇，怎么那么错？还真他奶奶错开啊 ！OK， 3000多分，基本上是属于一个小小的闹闹痒哈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还是可以达到927万哈，9278000多的伤害。哦，所以龙科你就当做是好玩，我相信大家可以破千万没问题。哦，以上是这个木妹的造型关卡的通关示范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